相遇都有意义，欢迎收看优酷我们恋爱吧。本节目由用心配才对味的蜜水水果饮料独家冠名播出。上一期节目太精彩了，大家看得很欢乐，现在还有什么记忆非常深刻的点吗？文君啊，文君和小鱼的那通夜谈。对对，我还没有放下一颗心的是杨洋，还有我的阿星。杨洋的敢爱敢被不爱，他们那边还没弄明白。对对，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他们的走向是如何，来看今天的节目吧。阿星，你在干嘛呀？最近学会一种特调，你可以帮我准备一些小冰块。其实这整个特调非常的 easy， 你只需要加入我们的蜜水 No 橙，它是由地中海的橙子和进口的蜂蜜搭配而成的，口感鲜如现泡，让你一喝就非常有夏天味道。冰块加进去吗？对，没有错，这样子才显得更用心嘛。我尝一口。好呀。好好喝啊，果然用心的才够对味。那当然啦。Morning. Good morning. 你拿电脑要工作吗？对，我要开始磨豆了。改天吧，改天磨给你喝。OK。天好凉，改天吧，今天不磨了。今天不伺候了。对，不伺候。今天你们怎么个个都打扮成小仙女一样？你觉得我今天是小仙女吗？挺小仙女。百变小仙女，那不是挺好的吗？那我煮一点水煮蛋先。好，我就磨咖啡了。我把蛋给打碎了。哎，算了，我不该来厨房。做个 scramble egg， 但是只有两个蛋了，还被我打碎了一个。要不我们就煮点面吧。早上好。早上好。Hello， 早。这你们今天四个都挺鲜的。我们是不是那个吃过之后，然后去花市？哦，可以呀。原来是这样，原来你们今天要去花市。因为我们要去买花，所以会比较鲜。为了方便拍照出片，不，为了比花更美。比花更美。那你们今天什么安排？我们是去打球了，去运动。我们可以跟去吗？我是无所谓的呀。不，你应该说你愿意啊。我当然是愿意，但是无所谓就是算了吧，算了吧，没有，委婉拒绝。不是不是，我的无所谓是愿意的意思，比较害羞含蓄。算了，我们还是去采些花吧。去买花吧。对对对。哇。Morning. Morning. 什么情况？不知道今天你的室友会不会来？我觉得会来吧。太好了。所以我等会去整理一下房间。你的室友，你觉得你的室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睡觉就别打呼噜就 OK 了。一定会打呼噜的。为什么？你说了不会，一般就会。这个乌鸦嘴。是你自己乌鸦嘴。哇，我。你们觉得如果要来新嘉宾会是什么样的人？赛车手。他已经有。不要了吧，赛车手好烦呐，赛车手好烦呐。朋友们走了，
你要不要吃饺子？好，吃一点。好。你要吃几个？嗯，你吃了几个？我一个没吃。我决定吃八个。哦，那我吃九个。你改了什么？你老是这么抠门，门都被你抠坏了好几扇，下次自己修。是阿星改的吗？不愧是阿星，不愧是阿星。阿星今天被女生包围，然后他不为所动。Oh my god， 我们快走吧，快走吧。等我吃两口，我们就走。谢谢你。你好，很着急，今天。不要表现得太明显，我们淡定一点。为什么你们这么兴奋？我错过了什么？就是想买花。我信任。你们准备出发吧，我感觉我吃不下了。那你们 have fun， 我们要去 have fun 了。拜拜，拜拜 ，Have a good day， 挂了啦，拜拜。口红都被我吃光了，我也是。谈不了，先走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粒一粒吃玉米，感觉今天肯定会有一个有惊喜。人家还有点期待男四是什么样子呢？哦，他们去见男四。哦，我希望是。事业型，然后会照顾人的。我不一定要他生活上照顾我，但是我比较希望他思想上和方向上可以照顾我。我的思想啊，我的选择道路，他可以给我一些指导。我也是，我就需要一个特别坚定的人来，就是引领。对对对，就是跟我说，哎，像那种智囊团一样。对对对，就比如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能给我一些点子，对，就是这样。那阿双呢？我觉得就是我理想中的人，首先他得跟我同频，就是我说什么不能说附和我，就是我们说的东西做的事情他都能懂，同频，而且我觉得方向要一致，不管说是进步也好，还是说追求什么样的生活也好，我觉得方向是要一致的。那洋洋期待中的男四是？就没有特别多期待，正常一点就好了，正常一点就好了，正常一点，正常一点，很灵魂。你说他会在哪家店出现呢？我觉得可能是店家。对，有可能在给我们卖花。对，应该在动物的那一边，卖鱼的。啊，开始小心脏砰砰跳了，怎么办呢？哎，这边的多肉好漂亮啊！对，我想在这里。哦，含羞草要不要买？哎，我好想摸一下。我们要买个捕蝇草，我有点怀疑。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会不会真的捕蝇。这个跳舞篮是会跳舞吗？这个就是那个唱歌会动的那个。是吗？那唱一下。带我去给阿星唱。要买一只小鹦鹉回去教它说话，放在小楼房间。每天教它说英语。起床。OK。我们要这个，好吧？好。我来帮你拍一张抱着花花的照片。好呀，很好很好，好看好看，超级甜，真不错拍的。我们半条街都快逛完了耶，挺多小盆，还是没有发现什么秘密哦。来了，爸，不会吧？这哦。我刚开始以为是，我也以为在看谁都像男四，在那个草木皆兵了，我们已经马上盯着那盆花说你是不是男四，走火入魔了。我们有没有大喊一声？有没有我们的人给我出来？就不知道男四来了之后会不会被我们这个阵仗吓到？就这样吗？就这样了吗？就这样了吗？惊喜在哪里呀？惊喜呢？
或者今天根本都没有。哎，也可能男四直接跟他们球场见啊。哦，真的有新男嘉宾？当然了。那就是在他们这边出现，打球很厉害，一般都会这样，就会让给男生压力。哎呀妈！小龙，哇，根本没有任何感觉。啊，先打最好的。哦，厉害！你看他运球就知道了。百发百中，那还就击不中。要不要这么虐心？怎么回事？这个真是。这球一定进。小鹿在笑你。下雨了。你别滑倒，这边好滑。小心小心，很滑。这里太滑了，我们去吃点东西吧。Let's go。喝一个。来 ，Come on。嗯哼。Cheers。其实躺在这里挺舒服的，说实话。真的被忽悠了一圈啊！打扮成这样子，你说我们回到家，还是不要有期待了。对，算了。没有期待就不会有失望。我也觉得你要说这句话，但是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是很相信这句话的。我觉得我就不要有期待就不会有失望。但我现在觉得我不可能不期待，我要就是 follow my heart， 我一定会有期待。算了，晚上回家。哎，我们四个人也很好啊。上次 Ghost Night 我们该干啥干啥。我们还可以在楼上看电影。对，唱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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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组合叫 Girl Four。Girl Four 女四，好土，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男四要来了，来吧来吧，我觉得他们需要刺激。已经在家了？也不像。哎呦，到家了。这猫太可爱了，换个鞋子再下来。哎，那个捕蝇草呢？我想看。放在这里了，放在这里了。它会捕到吗？哎呀，好可爱！快来捕！快来快来，我们来看一下，看见来一只小苍蝇。如果不会，我们不是很愚蠢。这日子有多无聊？你要看一个捕蝇草捕苍蝇。等会儿我们一起做晚饭。我们来列一下要用的食材吧。对。芒果，火龙果，饭团，红茶，家里面有。我有一点，我有。你去拿茶。可以。对。来了。我看这里还有今天剩的什么东西。哇，西装。商务包有没有看到商务？事业型，事业型。就是文君说的。文君加油。冒昧的问一句，他多大呀？二十八九的样子，感觉这发际线就很难加分。讨厌，他肯定是信封空的。好过分！哦，先放这吧，先放这吧。你应该是跟其中男生一个房间。好呀。Hello， 我是 Danny。Danny， 我的英文名也叫 Danny。真的假的？对。另外一个男生他叫 Daniel。我能有三个 Daniel， 是的，可以叫我 Wendy。Wendy， 对，
那我要叫你 Danny 吗？还是叫你什么？你叫我丹妮吧。丹妮。对。丹妮。丹妮。嗨，你好，我叫阿双。阿双，我是 Dann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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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两个 Danny。对。对 Hello。Hello Hello。你也是 Danny 吗？对。对，他也是 Danny。叫我洋洋就好。好。我们刚才商量晚饭做些什么？我做给你们吃。啊，你很会做吗？嗯。哇。哇哦。是个厨师吗？我们打算包馄饨原来。是吗？那可以啊。那你调馅吧。已经给他分配活了。我本来想说晚上给你们做红酒炖牛肉。You see？ 啊，可以啊，可以啊。然后法式的土豆泥。这可比馄饨听上去高级多了。文君也很会做饭。是吗？会煮饭加分。那性格挺好的，我觉得。对，性格挺好。对。我先带你上去看一下房间。好呀，好呀。哦，首次独处。这边一共有四层楼，男生的卧室在二楼。二楼。然后你的室友是小楼。小楼。对，他叫小楼。小楼。那回来你就可以看到他。三楼是女生。你会喘啊？慢慢走。慢慢走。对，每天都走这个。慢慢走。性格挺好的。对，性格特别好。他没有吃饭，我们要不要先准备一些简单的东西给他吃一吃？这个刚刚热了，这个。哦，对，这个热一下好了。这个热好了，可以热一下，先盖一下。楼上也是个活动区，哦，可以看电影，还有个露台。挺好的，挺漂亮的。对，然后这里还有好多花。这是今天早上买的吗？不是，我们家买了个盆栽。我给你拿吧。那里还有一点好像要枯萎的样子，可以把盆一起拿着吗？我们底下走。对，这边的花都是我们要去照顾的。哦，这个男孩是个勤于动手的人。这男孩挺好的，会心动吗？在场的三位女生。啊？好了，可以了，这个话题。感觉这个属于比较成熟的类型，我们猜的一点都没错。而是属于那种事业型的，你看他煮的是什么红酒牛肉啊？对对对，是，就感觉他应该是也是在国外待过。对对对，那个气质有点像。对。哎，我又找到了一些花。哇，在哪里啊？在四楼。哦。先放这里吧。对，你先休息一下。刚来就让他帮我搬了一盆花。先做饭，然后再弄花。你晚上要不把碗也洗了吧？可以啊，可以啊。外套脱掉，准备干活了。没有没有，开玩笑。你可以先吃一点垫肚子。好，哦，我吃了。啊，你先吃，后面还有。你可以先垫一个，然后 Danny 垫 Danny 给 Danny 给 Danny 煮一个新鲜的。我中文名字是谢清汉。谢清汉，哦，谢清汉，我这个名字。你从哪里过来的？从上海。你是上海人吗？我台湾人。难怪我觉得口音我们俩有点像。我们俩？对啊。啊？不像吗？我不知道呀。不知道哎，我也不知道哎。我先吃一下。那是我的眼睛。笑死我了。其实他这样看，你遮住了他整张脸。他明天要把头帘给我放下来。你们平时做饭吗？就是文君做的会比较多一些。对，文君很会做饭。嗯。那个，我们就是打打下手之类的。哦。我就是洗碗的。对。我就是打下手的。我就是偷懒的。这三个女生都看懂了是吗？是吗？对，把戏份都丢给文君了。哎，我找到绿色玫瑰了。我觉得他一个人在那好美丽。对，嗯，我也觉得很有画面感。专注了。跟你衣服好配啊！我给你拍个照，你不用管我，我自然的拍一张。哇，太好看了！太好看了，你们看这个。用眼睛看更好看。
看一下，有什么食材吗？嗯，给你先讲讲男生们的坏话。怎么了？你可以跟我说说。他们都还挺好的啦，开玩笑，人都挺好的。是吗？大家都是很 nice 的。然后你的室友特别有意思。怎么说？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是一个混血。混血？对。混哪里啊？混哪里？混哪？南方混北方。南方混北方呀。现在是三个男生对吧？对，三个男生，四个女生。他们今天回来有可能还会再带一个女生。是吗？当然都是我们的猜测。对对对，已经猜测很久，你什么时候会来？是吗？对。好好看呀，这个颜色搭配还是很 OK 的。想说，做个红酒牛肉，再做个烤布雷。哦，你会做烤布雷？你会做烤布雷？我之前在法国嘛，然后你也在法国？谁也在法国吗？我啊。是吗？对啊。你在哪里、啊？Bonjour。Enchanté。Enchanté。哦，你又会法语？哦，他竟然会说法语。法国餐厅。哦，米其林大厨。J'étais à la Rochelle。Rochelle。Ouais, et toi? Paris. Paris. 我听不懂。Tu parles très bien français. Ah, mais on te aussi, ouais. Oh my god. 好开心。对，哇，你在巴黎多久啊？在巴黎9年。9年啊？哦，9年。我猜他做 brand 的。你在拉霍舍几年？一年而已。一年？对。那你讲的还可以啊。因为我是这个专业的。你讲法语专业啊？翻译。哇，那好厉害。你们可以边吃边聊。哦，我吃饱了，吃饱了。文君吃不吃？文君吃不吃？吃不吃？吃不吃？台湾话这样说吗？我是不是？对，台湾有两个发音特别可爱，一个是你吃不吃，然后一个是你饿不饿。饿不饿？台湾比较不发那个卷舌音。嗯，对。文君吃不吃？哎，我马上就好了。那你一会儿可以就是猜一下我们每个人的职业，就是新人环节猜职业。猜职业？对。好猜吗？重点是。嗯。你知道一个了已经，最难猜的猜掉了。哎，我早知道应该不说了，应该让你猜一下。你们太有缘分了，对，就很巧。嗯、哦，我也上桌了。嗯，这个是你的。那有点多，也吃不下。可以吃一个。不要逼他吃太多，晚上还有大餐。他也不害羞，你发现了吗？哦，对，我就感觉就是说他善于跟人交流，对对，嗯。需要猜职业吗？好呀。嗯。他我知道了。我感觉像老师。是有人这么说过，但我并不是。其实我主要是在做自己的时尚自媒体。哇，那挺厉害的。啊。猜猜专业，猜猜专业。艺术。不是。老师啊。没有，我还在读书，我学教育。嗯，就杨洋跟文君都还在读书。嗯。是吗？嗯。我是本科刚刚毕业，打算读研。那年纪挺小的。给点提示吧。给我点提示。提示。嗯。毫不相符。工程师。对。哇哇，这男的现在表现非常好啊。对，人家这个特别好。怎么样的工程师？ Civil Engineering。 哇，他好厉害。那你是？你们猜。餐饮品牌创始人。我觉得你很职业。金融分析师。对，可能是跟金融相关的。嗯，我也觉得像财经金融。投行。差不多，差不多。私人银行。也有关。我们做财富管理。嗯，好厉害。那你之前是在哪里工作？之前在法国。哦。对。那为什么突然选择回来？因为我妈妈想要回来发展，然后就想说先读个 MBA。在也是在国内，在上海。哦，交大吗？在复旦。复旦，复旦，复旦，哇！但大家都很认真，就可能我这个比较不认真的。不是复旦读 MBA 还不认真？
不要凡尔赛。你会做那个？烤布雷。对。那你做菜是在法国学的吗？我没有怎么特别学，就是朋友教教我。啊，然后就会。对啊，因为巴黎很多人是念南大。哦，那你可以教一下我，我什么都不会做。我只会一点。你都会做那个甜点了，什么才？那很简单，那很简单。那里有个苍蝇。怎么样？太多苍蝇。对，你那里超多苍蝇。没事。我没有捕蝇草，来拿过来。哦，对啊，捕蝇草，对，我们今天刚买的。然后我们在想说，是不是真的能捕蝇？如果不能的话，就显得我们有点蠢。这是我提议买的，对不起。我就放这里。那么小一个捕蝇草，捕啥苍蝇？哎，动了，动了，动了。它刚刚咬住了。没有一个是开，这个是开的。就挺得体的，性格也好，性格很好，对，他就很从容在处理这些关系。先不管文君怎么样，但他的确是文君期待的那种商务型男士，对，事业型男，事业见过世面。因为其实做财富管理的人，他在沟通能力、情商上应该是挺高的，嗯，很厉害的。我继续插花了，要帮忙吗？你可以帮我把粉色的花挑出来。粉色的挑出来。对。我觉得他这种就比较礼貌，就是先问。要我帮忙吗？嗯，不是，直接就过去，开上手。哎，我帮你啊。对对对。就完全不一样。这些都死了。死的就不要了，我待会儿把花瓣看能不能给他们做点东西。可以给他们点缀一下。绿色的，但绿色的放里面有点突兀。你之前来过云南吗？没有，我第一次来。我也是。知道我的房间在哪里吗？我带你去。哎呀，我把衣服换了。小心哦，楼梯蛮长的。我帮你搬一搬吗？用，我自己搬。我就不进去了，就是空的那个床是你的。好。空的。放这了。好，谢谢。空。没事。小龙需要把房间整理一下，有没有？啊，对，结果。哇，一片狼藉。哎呦。这个。他拿了一瓶酒过来。哇，你对油都这么讲究啊。好会收纳，精致 boy。我也是这么收纳的。是吗？嗯，让人家一来就做饭也挺不好的。但是我感觉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地方，只是嘴上不好意思而已。他可能就是做饭，他也能打破一下这个尴尬。但是我觉得他好像就是没有那么紧张，蛮淡定，蛮成熟的。对对对。啊？哇，好加分！我觉得这种。对。好可爱。有什么要帮忙的吗？你知道哪里有洋葱吗？帮我找个洋葱。OK， 洋葱。对。洋葱。文君，你知道洋葱在哪儿吗？啊？洋葱。洋葱在里面呀。没有吗？一共有七到八个人。好。你要切成什么样？切成。冰就行了。两个会做饭的人聚首了。这个局面杨杨输。我。这个蘑菇要切吗？嗯，最后切。好吧。那我。玩会儿手机吧。啊，果然。
他们在做饭，我不会。待会儿我们就在房间聊聊天，给他们制造一点独处的空间，然后我们再下去。那我们等会儿就下去吃饭，说实话我也有点不好意思。就是我们稍微玩一会儿，坐一会儿，坐一会儿，给他们一点时间，然后也缓解尴尬。而且再不看看有没有什么杂事可以帮帮忙的。阿双刚好也在工作，去张哥。这个大小可以吗？可以。还是要再这样就好了。这是不是牛腩？对，但是它这个刀不利，也没有磨刀。哇，好会！你好像很懂那种。是个会生活的人，嗯，这种是比较适合结婚，谈恋爱也非常好，是吗？他会照顾人，哦，他不说，你知道吗？他就是做，嗯。这个要炖多久？这个得炖两个钟头，所以得赶紧做，不然大家怕没饭吃。这几天训练的比较能扛了，嗯。我感觉今天文珠都有点小娇羞啊。真的，你这你都看出来了？你没有觉得吗？啊，那我也没看出来，那我也没看出来。我这个不是特别敏感，但是我感觉他挺开心的就可以了。对，是先煎然后再来炒。好香啊。他是真的在做饭，他完全不跟文君说谎，美色当前，丝毫不为所动。但这其实是加分的，加分，嗯，他有生活气息，抓大放小嘛。嗯，然后等一下我们这样不可以吗？一边做一边清理厨房，这种就真的很会。就这样直接放吗？对，因为等下进去拿进去炖嘛，所以。哦，红酒牛腩。我们就是悠闲的在家。嘿嘿嘿嘿。这里随便一拍都很好看，这里的装饰。洋洋。啊。不下去打下手吗？就是没有什么好打的。他们俩就是分工合作的非常好，然后呢，让人不好意思去打扰。我们刚刚下去问过了 ，what？ 然后我们就负责收拾和洗碗。啊，洗碗，分工洗碗是吧？对。双姐是不是按耐不住要下去试一下？我们刚刚在讨论。感觉男士比另外三个男生都成熟挺多，太多了，我感觉三个大男孩和一个男人，对，哦，加分到不行了，好不好？上升到另外一个，对，气质，生活质感，哇哦！我去拿个东西，嗯。还有能帮忙的吗？帮我煮牛奶。煮牛奶。对。但是好像不是很多。加点水。OK。要大概要多少？整罐丢进去吧。整罐。这是什么？这是香草荚。哇，他好会。第一次见。嗯。哦。哇。他这个动作有戳我一下，哎，是吗？就是拿起来给你闻的时候那种互动。我也自己闻一下，好香，特别香，对，是天然的，很香。对，我挺喜欢吃甜品的。你喜欢吃啊？但是我自己不是很会做菜啊，这个。
你要帮忙了吗？好，你帮我。帮我过筛那个，然后放我要塞到量杯里面，小心哦。我来吧，要不？有烤盘吗？嗯，你说的烤盘是这个吗？对，我要塞。对对对。这个。对。哇 ，Queen Belay， 温度有要求吗？190，然后时间30分钟。我的天，我觉得会有变化，有变化。我也觉得，好像需要帮忙什么吗？端端菜或者洗洗盘子？其实都准备的差不多了。真的吗？是的。哇，就等着大家回来了。你们一早就出去了吗？嗯。应该是去喝喝酒聊天，估计啊，他们男生多对。Let's go， 他们回来了吗？是回来了吗？真的，男孩们到了，拿东西，拿东西，棒球棒，还有你的包。他们回来了吗 ？Let's go。哎，要不我们。藏起来，藏起来！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们躲起来。可以啊。然后你就说没见过我们。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们躲藏库里。这智慧的应变啊，他明白姑娘们想要什么效果。嗯。哎，这个耳机是应该是。赶紧收杯子！哎呦。挡一下吧，多拿几个凳子挡一下。哎你。你问一下他们对我们的看法。好。还有点可爱了、啊。Let's go。我听到关门声了。他坐那边去了，他怕他们听见。引开视线。他们三个应该动静挺大的，我觉得。Hi guys, we are back. Oh, hello.哦、oh, ，Hello， 哥，他拿个棒球棒子进来，打一架，打一架。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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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What's up，bro？ 他有时候憨憨的，对，挺可爱。Hello， 我是 Danny， 你也是叫 Dann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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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other Danny。你是？我叫阿星 ，Lavin。阿星 ，Lavin。我叫顺，顺，雨顺。你好。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在这儿。只有我一个人。对。你几点到的？我今天下午到的。啊，所以你现在一个人？对，我做了饭，等大家回来吃。哇，你太客气了。你们刚去哪里啊？我们今天下午去打了一下球。听不清楚。他们不会再研究怎么。你先把这些我们先放起来，放这边吧。Oh my god， 放这边没拦住。没，这次看。看见了。肯定看到。What's up？ 你看我这里有个棍子、啊。你在干什么？觉得能看得见吗？他们完成任务。他们要走，要挡不了。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躲啊？就是要我让他问一下你们。你们觉得他们的看法？对、oh. 他们的看法。就因为我们不在。Oh. 都很漂亮，都很好。所以刚刚应该超级美，每个人都超级棒。好难过。可惜了，被我们发现了，好失败，显得我们好愚蠢，真像四个大傻子一样。对，结果什么也没听到，太失败了，笑死。女生呢？你们没有带一个女生回来吗？对，她在，她女生还在外面呢。不会吧？
对啊，哎，我们出去接一下吧，不要再瞒他们，我们出去接一下，走 ，Let's go，Let's go，Let's go， 我们去接一下新的女生。谁当女生？谁当女生？谁是？我妈，爸爸来了。新的女生来了，你看这个宝宝。I'm coming。真美。我觉得新的女生 ，Hello， 你好，我是新的女生。你好，你好，你好。你的名字是什么？小新，小新，小新。蜡笔小新吗？对。我们一定要看到第六集这么幼稚吗？好可爱。对。我们上去先换一下衣服吧，我们都湿了。对。我们现在有男 Danny 跟女 Danny。还有 Danny。不过感觉好像人还蛮好的。暂时感觉还可以。暂时。点心搅局者。搅。你觉得他会选谁？文君。真的？或者 Danny？我也觉得，但是我觉得丹尼不会变。I don't know， 我觉得他会给丹尼写。我的第六感。我也觉得，我觉得文君跟小杨都有可能写的。我决定他可能说三封。我们要吃什么？吃意大利面吧。哦。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牛肉吗？不是说这个。做哦，喷那个烤布雷的。哦，对，布雷是是是。哎，我们可以自己喷自己的吗？可以吧？喷焦了怎么办？哇，这个刀法可以的，可以。只有特别熟练的人就是这样切的。对，有生活气息。很棒。一个人很认真的时候，他就很有魅力，专注就是会散发魅力的。对，挺好的。好香呀，太香了。我们可以干什么吗？坐等吃。洗个碗。OK。你只有一个碗，我也就我陪你去洗碗。那就交给你了，我来煮面。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香叶。你要做什么？做肉酱。你可以帮我解吗？我没有指甲，我来吧，我来吧。这个小眼神是有意思的。嗯。辣眼睛。要洗的拿过来吧。什么？洋葱。需不需要纸巾？要。就葱一下。做菜做到泪流满面。感动哭了，被自己。你要不要过来一点？过来，辣眼睛。好。哦。辣眼睛。对。这是什么？哇。蒜加洋葱。对。哇哦！然后再炒肉，炒肉，然后加点酱。你看人家调的酱就是比我专业吧？我就说我不应该没有，真的好专业，大厨。我怎么觉得那个谁对他好感兴趣？阿双，阿双也对他挺感兴趣。这个才成熟男人啊！是稍微有思想一点的，对，有生活气息。可能可以聊到好玩以外的东西。对的对的。你还好吗？这里没有吸油烟机啊。对，就是我第一天来的时候也是被就是把那个发现了这个，全身都会有那个味道。那我们就坐在那边吧，坐在那边等等好了。坐等吃饭三人组，我们三个人就是等了一天。坐一坐，热汗。没关系，我这有纸，这边有那个厨房纸。烫不烫？不烫不烫。
其实你来的时间挺好的。为什么？就是大家还没有那么尴，就其实我们第一天刚来，大家都挺尴尬的，因为都不是很熟，但是就相处几天下来之后，挺好的吗？对，就是熟了之后就会好很多。尴尬应该是我尴尬，因为我最后一个来。没有，但是我觉得你就是挺自然的，比我刚来的时候自然很多。对。哦。就我觉得意大利面最难煮的就是面，是吗？我觉得肉酱比我难煮，就是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锅里可以放这么难煮，这么多面，好香啊，好香！这个就肯定不能吃，拉肚子了。Hello，Hello， 今天晚上有大餐吃，跟你们说，超级大餐。哎呀哎呀！可真醉啊！你没有去买花了吗？买了一些小的盆栽，就是乒乓菊，还有一个月季。所以你们今天是在花鸟市场相遇吗？肯定是啊。不是，一定是。如果输了怎么办？你们赌输了？随便，对，随便你们，肯定是。接下来五天你们洗碗，可以啊，小问题。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这是不是太轻松了？哎，之后所有日子你们洗碗。那我好像不该说这句话。五天之后你洗，是他对吧？是他，就一个人，他一个人，对，他一个人跟我们俩没关系，没关系。来，说好了啊，这个他们还在猜我，猜什么？猜你，我们在哪里见到你？哦，因为我们早上不是去了那个吗？去了满花。他们以为你是满花的时候遇见的。哦，证据拿出来。又来，你去翻啊。你给我们看。有没有？那这样的话，如果没有证据的话，要怎么赌？如果你们非要这样子的话，那你们就输了。没证据，你们就输了。为什么你们不直接来问他呢？因为我们在不好，我不好打扰这个，就是我的 Danny 哥。对，不好意思打扰 Danny 哥，等一下才是跟他相聚的时刻。这是什么？这个是西芹，一个是那个香草，好香哦！要不试一下吧？来，你试。哇！可以吗？嗯，可以。我试一下。对。哇哦！我觉得阿双可能会，哦，对不对？我想试，流口水。哇，小龙，小龙怎么办？来，小心。我看一下。文君加油！我觉得我 OK。哦。我觉得很棒。哎呀！哎呀妈呀！没，小龙。哎，压力好大。压力好大。我觉得阿双可能会，还对他好像还挺满，对不对？刚才小龙那个打赌，他阿双有点觉得小龙幼稚了，对，没有对比啊，就没有伤害。你们呐，跟我想的一样。真的，刚才明显没有接他那种。哎呀，所以人生是个长跑。你们俩为什么坐着？不是应该也过去吗？因为他们不理我们。对啊，但是这样不好吧？应该这样围起来。没办法，插不进去，我们没有话题接入。我干嘛？不懂。你干什么？你在干什么？你就
丁天很搞笑。啊，这样子吗？对，就是从来跟你没喝过酒嘛，真的吗？挺好玩的呀、啊，对。那以后你会觉得我更好玩，对，我非常的有趣，对，你需要慢慢的发现，嗯哼，嗯哼 ，Yep， 他们也需要慢慢的发现，真的，对，也是。我们吃之前大家拍张合照吧，嗯，正好是八个人，好了，全齐了，八个人。但是我要站那个边边好了，对，留一个边边的位置给我站好了。你要不怎么留给他？懂事，可以活泼一点。我觉得第一天我们就大家都很严肃。别让我一开始了，我一开始。哎，这个没关系。好，再来一张啊！大家可以再想想有什么别的 pose。你们是？正常一点，你在干嘛呢？我好欢乐，好开心。裤子掉了，把你拉起来。笑死了。女生可以稍微蹲一点点，后面小龙看不到了。我把他抱起来吧，抱呗。哎，到时候一起松手。别，别。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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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友记，蛮好的，这种纯友谊的氛围，轻松一下，对吧？嗯，特别好。好，那我们就开动吧，开动啦、哦！吃饭，吃饭，终于可以吃饭了。感谢各位。你们都坐哪的？随便你们坐吧，你们先坐，你们先，你们先坐，你们先坐。哎呀，要坐位了。好好看哦。还可以吧，比第一次好像成功一点。太好看了，你这个相机拍的。哇、wow ！阿双之前是坐那儿吗？坐中间是吗？哦。阿双是坐在小鱼的这个位置，一般，他在顶头。红酒炖牛肉呢？对，红酒炖牛肉呢？怎么只有意大利面？跟我也一样，做失败了，端不上来。太好吃了，谢谢 Danny。刚才又恍惚了一下，我也是，沾光了。感谢大厨。所以你们今天是在哪里相遇啊？在那个花市。我听到了，在花鸟。对，是在花鸟市场。不是在打赌吗？在花鸟市场。对啊，我们不是在打赌吗？那是不是我们赢了？对啊，我们赢了。那个赌还要继续是吗？就是以后所有的碗筷你们洗是吗？是啊，是啊，继续啊。继续 ，OK， 我们在家里相遇的。他说花鸟市场。他骗你们的。不，我不信。他说的话算。对啊。小龙，好严肃。小龙，你晚上要跟他住一起。对，你好好问一下他。你一定好好问哦，这决定我们将来几天谁洗碗。是男生洗吗？还是？没有没有，就他们三个，所以除你之外的男生。好好想。我们三个可能跟你们已经混得太熟了，我们的地位一下子就下去了。你们有地位过吗？OK。Let's go home， 回家吧。吃完就跑。你给他做甜点。干嘛？对。还有点甜点。我这份好像有点多。你可以给我。啊？你刚才应该多盛点，你吃剩的不太好。我不介意，又磕到了。这里有点甜，上面是不是要撒糖？对，
上一次他刷。要喷了，这个最可爱。你要喷吗？我想你可以先演示一下，我一玩。好神奇啊！你要试试看吗？好呀，感觉挺好玩。你看，哇，这不就是文君想要的吗？把这个纸拿走了，刚刚差点感觉它烧起来。像男主人和女主人，对，有那么一点。在我这个角度，就是突然有一种感觉，在看那种法师大厨。画面莫名的和谐。挺好，这个很舒服。哎呦，好甜啊！如果真的喜欢，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就会很开心吧。因为我刚刚才去青岛看完我先生嘛，然后他已经换上戏服了，他在演一个老干部。我在那吃他的盒饭，然后有那个虾子，他本来已经要出发，就在那开始帮我剥虾子，然后我就说不行，你的戏服会弄脏，我说我自己剥吧，他说没事，我帮你剥，你吃，然后我就很感动。我觉得那种东西会让我很崇拜他，因为包括现在青岛比较冷嘛，那他可能会走一走，他会说手那么凉，然后放到他的口袋里。爱情真好，听听都快乐。对。谢谢。看到丹尼之后，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将来我一定要做个大厨。会做饭的男人真有魅力。好好吃哦。咦，你不吃吗？我们只有七个，不够。我跟你 share 一半。哇！哦，哇！小龙表情给过来。哇！小龙怎么办？我跟你 share。谢谢阿星救场。太好吃了。你尝一下。这有点好看。这期这么微妙吗？多少？两边都是你的，可以选。哇。太感动了，这几天都没有吃到甜品。谢谢文君跟丹尼。洋洋懂事，谢谢。我是很喜欢吃甜点的。你在法国应该常吃吧？是的，就我可以不吃主菜，我都要吃甜点。就每次去吃那些menu嘛，都要点两个甜点 dessert，一定要点。太好吃了。改天再做。改天我要看你做。阿双整个状态很不一样哎，他怎么会？火力十足。小龙发生什么？小龙说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些。我们恋爱吧提醒您，精彩稍后继续。本节目由用心配才对味的蜜水水果饮料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翠雅莹白系列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更懂你的雷诺考特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治感冒抗流感的莲花清瘟赞助播出。蜜水水果饮料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用心配才对味的蜜水水果饮料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翠雅银白系列赞助播出。小龙发生什么？小龙说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些？可以再看一下今天在画室拍的照片吗？你的那几张超级好看。这我们下午去画室，然后他们拍的。
那我们就准备收拾一下，然后上去。OK。让你吃剩下的不好。那我挺想吃的，饿了。我弄一点。哎呀，他还是把丹尼的剩饭吃了，他们俩就锁死了。那我们上去吗？嗯，要叫丹尼也上去吗？没事没事，我跟他们一起。那我们先上去了，在天台等你们。好，去吧，拜拜拜拜，再见拜再见再见再见。你也上去啊，没事，你真的你上去休息吧，不然这样子我们就不好意思了。一起一起。嗯，这个男孩是个勤于动手的人。这男孩挺好的，这么看。我们也有烤布雷吗？你们要吃吗？要吃。来，给你们端上来。哦，真的有，真的有，真的有。太幸福了。哇，我们六个人有八份，是不是？哇！喵喵喵喵喵！谢谢小猪。哇！你要不要给我 share 一下？我的也可以给你 share， 两边的都可以给你 share。我必须有一份。然后这边来，我要和你做。嗯，好好吃啊！我刚才那个真的名场面，太嗨了。我想知道今天写信的状态。我觉得阿双会改。我也觉得阿双就阿双会改，然后杨洋会写给小龙。新的男四，大家都觉得他性格特别的成熟、随和、有魅力、有生活的气息、有烟火气，但是有成功人士的那种气质，是吧？大家感觉都还挺满意的，总结得很到位。这个男生的第一倾向，大家能现在能感觉出来，他可能更倾向于哪个女生吗？文君嘛，因为帮忙。那女生对于他的感觉呢？阿双，阿双好明显，好明显哦！我要看你做。对，那么多人面前，他这么得体的人，原来不会说的，我觉得。进攻性非常的强。进攻了，进攻了，真的进攻了。所以文君应该也是对他有好感的。文君很明显，是吧？嗯。我觉得文君的好感没有阿双强。对，文君只是觉得还不错。有刚新来的这个男生还不错，但是文君和阿双性格不一样嘛，对，所以他表现出来的淡，不会很。我是觉得他蹲在那里自己一个人插了好久的花，这是一个挺强的行为变化。但我今天特别想说，他们吃饭之前就很戳我的一个是，我觉得就已经是谈恋爱的人才会那样，就是小鱼过来之前，丹妮很自然的把那个位子打开，然后小鱼就走进来，就很像就老夫老妻了，你知道吗？就是，而且包括他最后收拾的时候，把他的那个剩盘子拿过来，把里面的剩面吃了，他们俩就，其实我到现在都接受不了这一点，真的。为什么？一直接受不了这一点。那比如说你喜欢的女孩喝过的咖啡，你会拿起来，刚好就那我也喝一口啊。我得渴成什么样子，我才会喝。对，我得可能，或者是说我没有时间去买，我又不是没长腿，我可以跑去买。你，哎，没法交流。小猪，这个我都看不下去了，这是个二选一的问题，就是有一杯你喜欢的人的半杯咖啡喝剩下的，和你单独去买 A B， 你宁愿选 B 吗？我会选 B， 我告诉你理由是什么。你洁癖是吧？不是洁癖，就是你好像之前有说过，因为对于我们的家人，我可能说跟朋友吃饭，我们可能也不会用公筷或怎么，但是一旦是别人吃剩下的，我就会很介意。不是，那如果不是说剩下的，那刚才其实丹妮说不是剩下，说我吃不下，就是吃不下，我给你先加一点。那先夹那是 OK， 就是没有嚼过的地方，但是一旦嚼了或咬断了，我觉得就不 OK 了。你还是不够喜欢，你就是会介意吗？没关系，这个正常。对，我觉得这是个人习惯的问题。美女们，等累了吗？美女们，酒呢？来了，大家喝一杯。来来来，欢迎新朋友，谢谢你的晚餐，欢迎新朋友。没照，没碰到。你有什么想问我们的吗？都可以，我们都 OK。
现在突然想也想不起来，其实就有点尴尬，你知道吗？要不就还是玩那种很简单的，就一二三，一二三就喊数字那个抢，抢数字那个。什么意思？就是啊，你先看我们玩一次，好呀。我们这次没有惩罚。嗯，来 ，three, two, one, go, 一、二，我们就输了。他们一起喊了二，嗯，可以，可以，可以。输了就得怎么样？真心话或者大冒险。那我们就真心话吧，今天让他可以多了解一下我们。嗯嗯嗯 ，OK， 开始吧。Three， 开始。一、二、三、四、六。那就问个很简单的吧。可以啊。就是你对四个女生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哦、oh. ，并不简单。你的话，我感觉就是一个学霸，很会读书的、啊。真的吗？我给人这样的印象吗？然后你的话，我觉得看起来就很会，真的就很会读书，也是像我刚刚说，你像老师一样，你知道吗？然后你的话就那种乖乖的，对，对。嗨，嗨，这一项是嗨，我很嗨啊。对，感觉比较热情一点。新朋友有什么想问的？好难啊。谁可以帮我一下？就你想要的一种理想的一种就是情感的方式或者是关系是怎么样的？首先我觉得双向奔赴和旗鼓相当是需要的，两个可以是相互依赖但是又是相互独立的。对，哇，阿龙有情绪了。那下一轮，三二一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哦，他怎么开心嘛，阿龙。杨洋会不会心里想的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所以我为什么刚才我说，觉得杨洋今天可能会写给阿龙，他会觉得 this is my chance， 他会问阿龙 what's happened， 就是 你怎么了，为什么看起来是优势中，他会以这个朋友的角度去套这个话，有道理，对不对？我要是杨洋，我会这么想。你输了，没睡醒。你在做什么？你在想什么？我就在这里安安静静，我就不会输啊。你们现在都在害我。那就问你对我们四个女生的第一印象。第一印象。又来了。那天朱雨小龙已经说过了对我的第一印象，他说 serious， 对，确实，对很多人对我的第一印象都是这个。觉得你现在没有这么 serious 了。嗯，好，谢谢。文君，我觉得就是，我们都不是说那天晚上都饿了嘛，然后你就开始煮饭，然后我就觉得你非常 caring， 然后你回去帮助他们。然后，下一位杨洋。哇哦，好刺激。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印象是，我也看你穿的那个衣服，非常的 young 的 generation。跟你开始说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就非常直接。对，最后一个，这个笑是什么意思？哦，第一印象。你是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我知道，你别问我发音的。法语不会标准出来。Ophelia。Ophelia， 对了。这是英文。
阿双。你记得英文就可以了，你记得英文就可以了。哇。就是他一进来的时候，他就觉得很那个，怎么说 ，open minded， 然后我觉得他都想去认识大家，然后我觉得他也没有怎么去这么害羞去认识大家。第一印象。三二一，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阿信，我以为这一轮我不说会安全。啊。哦，不对，有一个问题其实挺想问阿信的。科比对他是很有意义的，他当时只跟我讲了半节关于。科比就是坐直升机坠毁的那个事情，但是好像跟他有一些特别的联系。怎么说呢，其实从小到大，因为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然后也会慢慢的就跟身边的人就开始变得很喜欢他，慢慢的你就会很有意识的去模仿他。我因为他，所以我从事很多跟篮球相关的事情，成为了一名NBA 相关的一些就是新闻赛事，这个你可以把我当作是一个记者。然后直到了2020年的大年初二，然后到了凌晨3:30左右的时间，突然有人跟我说，他说科比出事了。我第一反应是哪个科比，然后因为有工作原因，我第一时间是要去求证，然后我就让我的同事先把这条新闻编辑好了。那个标题是NBA 著名湖人队名宿科比布莱恩特不幸于直升机事故当中遇难。然后直到我真正把这件事情求证之后，我才点了那个发送键。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亲历者，他跟我素未谋面，我只在很远很远，他2019年来中国的时候我见过他一面，但是而且那时候他信誓旦旦，他说等到第二年我会回来中国。我的故事讲完，抱歉失态，但是 sorry。虽然这件事现在你讲起来很难过，但是我觉得你有一个对你来说很有意义的人，是件很幸运的事情。对。就他虽然悲伤，但他是积极的。真是个好姑娘，杨洋。已经好几次了，他都会用一个特别干净纯粹的观点。啊，那我去跟你说一下，我房间有点乱。没事，对不起，没事。然后我发现你把你那个行李放到就是
左手边的那个床吗？那是你的床吗？是吗？对对。哦，那我跟你换一下。所以，下面他们还有一些新的被单。好。然后我可以帮你去拿一下。不用，我有新的，我有带枕头套。这什么？有这个啥呀？明天是男生邀请日。明天是男生邀请日，请发出你的邀请哦，到我们了。Cell phone， 咚咚咚咚咚 ，late night， 哒哒哒哒哒。写信了，哇！你在这里写是吧？嗯。听听音乐。杨洋这么清晰的目标，小龙，嗯。他给谁写信？清寒，文君。兄弟，问你个问题。嗯，你害怕无用功吗？害怕无用功，我其实挺害怕的。我凭良心说，我也很害怕无用功啊。他都知道自己在做无用功了。哎呀，犹豫了，本来毫不犹豫的。对，他在给自己找合理性，怎么说服自己？天然他今天喝了点酒，我的天，他写出来肯定特感性，写一首诗出来，可藏头诗。你有被人拒绝过吗？我被拒绝过一次。怎么了？其实我觉得谁都害怕不用功，也害怕被拒绝。是啊。我也想问你们，因为我不是这样的。你是什么样？你不害怕被拒绝，也不害怕做无用功？我不害怕，因为我首先我觉得你做都没做，你怎么知道会被拒绝？我就拒绝了又怎样？再找呗。对，是不是？就像我做所有事情，我会提前预判，就是说，如果我觉得是可行的，那我就会去做；如果我觉得它就是个无用功，那我就不会去做。但如果有些事情，我觉得即使是无用功，但我也愿意去做。我只是单纯的想要给自己留下美好的回忆，就自己觉得有一天啊，真的不可能了，那就结束了。敢于尝试，敢于突破，大胆创新。对。但我觉得就是我可能就要个痛快。他拒绝你之后，你还会不会继续做？不会，不会。对啊，那你就是被拒绝以后就结束了嘛？那你足够优秀。对对对。没必要，换个人继续。对，嗯、对，这个肯定是。就是我是他那种某种程度上跟他说的是相似，就是自己要一个答案。比如说他完全拒绝了我，但我还喜欢他，但我会知道这段思念，就是我继续对他的想念是无用功吧，但我会继续想念，我会想念到我不想念他那一刻为止。如果你把它界定为无用功，我愿意做这个无用功。对，就是自己心甘情愿嘛。我年轻的时候，嗯，小的时候会怕被拒绝。那会儿你没有现在优秀，你优秀了。对的，我想说的也是，我现在不怕。对，就单讲怕不怕的原因，我盘算了一下，为什么？是因为那个时候小的时候，这件事情是全部。对。但现在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特别同意小猪说的，会做人都是为了自己嘛，就感受一下那个状态。对。你写好了？对，我下去了。好。你看阿双。到现在没下笔，他在。哎呦天啊 ！Hello， 我就来吃点牛肉。你吃，你吃。谁给谁？本城。谁给谁？发嗲呢？对，撒娇，还不就是你，讨厌。你呢？你猜。
你也猜呗。加油啊，新同学！嗯，文君在拍照，写给那个谁嘛？我觉得他肯定写给新同学了。Hello. 我去投啦，投完我也上来吃一下。OK， 那红酒炖牛肉还是很好吃的，他们都跑回来吃。嗯，我也想吃。那女生今天会写什么？不知道，感觉真的很拆盲盒。你准备写给谁啊？我不问，要不然我们一起投，可以完了去后面聊聊，可以啊。快扶一下阿信。我们两个应该是第一对一起去投信的组合吧？是的。哦，好像是小赵。这小雨淅淅的，真舒服。我们要不要先整理一下思路？今天真的好乱啊！哦，猜信了，耶！公认这两个人是锁死了，对不对？对对对，那我们就把他们排除。我们这两个就排除。丹妮哥跟文君吗？新来写给文君，对吧？我也觉得文君。哎呦，阿双，阿双，请问阿双写给谁？阿双，我觉得小龙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也觉得小龙，因为他如果不是写给小龙，他下楼梯不会问他你写给谁。啊，你们觉得写给小龙？我觉得写给阿双，100%写给小龙。我看见了。你怎么看见呢？我看他投信箱了，我看见了。阿双100%写给小龙。不是我看见了，我肯定告诉大家了。我不能说看见装没看见。信箱的位置。那我们亮一下我们的选择。1、2、3。我这个星还没弄呢。星写给谁啊？阿双啊，肯定啊。但我那个哦，我有疑问的、哦。你觉得是写给那个新的男孩，对不对？有可能吧？没可能。10%。阿龙，没可能。好，我们来看答案。来看看接下来的片子，看我怎么，哼。如果他写给了新来的，那他真的上头上得太快，完全已经失去了冷静的判断。主要这个牛肉炖得超烂，而且肥的部分我也觉得一点不腻。难受啊，兄弟！咋说咋难受？哎，你知道我这些天我只收了一封信。我有感觉到，是吧？阿星要崩溃了，阿星真的要哭了吗？状态不对。哎，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阿星状态不太对？其实喝多了吧。啊，小不点是不因为他倒下，因为我收到过那个阿双没有写给阿星吗？我以为他也是写给阿星的呀。但我总觉得阿星今天状态就不太对。我也觉得阿星有点不太，状态不太行。你明天问一下，另外两个。其实我觉得阿星。真的挺好的，对，我觉得阿星真的挺好的，但我觉得他挺喜欢阿爽的。你怎么看出来的？Good luck, thank you。应该会有2分。2分，没错，杨洋和阿爽。是2分吗？刚才对，
有一封。嗯。文君写给老谢的吗？嗯。哦。嗨，咋吧？咋吧？咋吧？托。喂。没有吗？哦，有的，肯定有的。耶！加油！宝贝，好开心。我先去取信。好。洋洋应该没有吧？洋洋没信。疯了。我是很有趣，是很有趣。我觉得你应该多了解我一下。嗯。我觉得他猜到这样的结果。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就是你猜已经预知到了个结果，但等到真正那个结果扔过来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接受不了。接受不了。你知道我这些天啊、哦，各种心路历程。你说，我洗耳恭听。其实前面没说到，我觉得挺正常的、啊。第一天嘛，我刚来，接触到第一个女生是文君。然后没有回信，我就觉得那可能是我第一印象没有给到他很深入的一个想法。嗯哼，我觉得也看得挺开的，没什么所谓嘛。然后到第三天，第三天是我第一次收到信的时候，是因为阿双来了。嗯，就在这那一刻，其实挺开心，挺 surprise， 挺开心的。然后到那天后面不是什么天意约会吗？然后第二天我刚好跟他出歌，不是好嗨。嗯。然后就上山采蘑菇。采蘑菇的阿双。你怪不得。原来你那么贴心哦。但是其实那天晚上我就没有收到他的回信。就是采蘑菇完了吗？哦。嗯。我其实挺，就我就会一直在想，是不是自己哪些方面就觉得让他没有觉得很好，或者是自己是不是有什么不当的一些行为举止？意识到问题了吗？太好了，就是没有不当，你太当了不是，就是你太好了，太当了，对，太、太好了，太好导致他不当，对，嗯，可能让他觉得不舒服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没有收到回信，嗯。然后到了后面，就我觉得因为还是想跟他就了解更多，嗯，还是给他写，因为其实第二天是七夕，嗯，就祝他七夕快乐，然后也没有刷回信，就到今晚，这个男生邀约，其实，所以我才会在刚才在问你，害不害怕没有回应，害不害怕？无用功，阿星啊！我觉得就像你刚说，你说你想从你自己的身上，好像找问题，觉得有没有什么没有妥当的事情。我其实真的觉得你为人处事什么的都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你很关心大家。但是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就是，你有时候需要更展现一些自己的东西，就比如说你是阿星，你身上有很多很优秀的点，很多兴趣爱好。不说别的，我跟你住进来的时候，对吧？你跟我聊音乐，我们能聊很多，还有聊街舞也能聊很多。你知道，其实很多这些东西都很有趣，你应该就告诉大家你喜欢这些东西，你有这些兴趣爱好，你在这些点很懂，这些东西非常可爱啊。
而且非常的阿星。啊，他要哭了，我觉得他要哭了。对。而且还有，比如说今天你打篮球，你篮球明显打得比我和小龙强太多。啊，怎么说呢？其实，因为我是第一个人到别墅的。嗯。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我很紧张，然后我就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物进来，然后我就自己想了点办法化解一下。我是你们这一次入住的小管家，等了你们很久。但是就是其实是这么一个想法，导致我在后面我就不自觉的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想要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充当把大家缓解尴尬聚集在一起这个角色。然后就像你说，其实有一点丢掉自己的标签。对对，他给自己下了那个魔咒。对，挺好的，我觉得让他真的就是冷静下来思考。我觉得当你跟女生相处的时候，你可以有时候换一种方式，比如说我记得那天你给大家煮红糖水，对吧？但是其实我是明白你是最想给阿双煮红糖水。我说大家都有红糖水，他的红糖水里有什么特别之处？对，有很多时候，因为我觉得可能假如说我一开始因为他才来第二天我就对他展示出一种比较特殊的关怀或者怎么样比如说我担心其实是会给女生很大的压力。这我也明白。这也是。其实我也有一些小细节或者小心思放在里面，因为当时他和小龙回来的第一瞬间 ，Hello， 你们回来了。我其实就是去盛了红糖，哇，你煮的红姜水。但是这种东西不太好说，而且说实话，有很多时候，就像我刚才问你说你害不害怕没有回应什么这，我觉得我很害怕，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情。对，就是我个人给你的建议，就是你在他的面前多展示自己作为阿星的一面，而不是作为大家阿星的一面。明白，我明白你意思。我觉得这样子才会你身上的特质吸引别人，而不是刚开始用一些比如说我 care 他的行为来吸引他。你自身的一些特质吸引了他之后，你再做这些很 care 他的事，他可能会更仰慕你或者更欣赏你。这是我是这样觉得。是的，他说的很好。对，他就是这样。他聊得很好，非常清楚。大家都旁观者清哈。大家都旁观者清。后来这个结束，他们俩应该是很好的朋友。怎么样？拿鞋，我们要一起再下去拿。行，拿鞋，一起拿吧。我已经 feel 到我那个里面没有了，我做好了这个准备。洋洋，写给他。有吗？没有。其实那心中也会有一些答案吧，我觉得。我等一会儿我上来找你，因为我可能要等一下。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可以。其实这一季无论男孩和女孩是单拉出来，其实在他们这个年纪真的属于很好很好，个性都很好。对，就是可能他们需要再经历一些东西会做得更好，我们也不能说我们现在做得很好。哎呀，我们就是在旁边看可以，你知道我们真的在里面不见得做得比他们好。对对，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
展新月。挺好，分挺高的，但也挺中性的，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你忘了之前不是你说的吗？女孩当觉得男生一个男孩可爱的时候，就说明有点喜欢他。他然后他也说了很关键点，就是轻松愉快和他相处，我觉得这就很重要。你不上去吃吗？肉快被我们吃完了。等你吃不掉，我再吃。死了你们俩，这太甜了。你不喜欢你别听了，跟你没关系。谁说的？人家这个说等你吃不完了，吃剩下了我再吃，等你吃不完了我再吃。哦，这个在你这儿不甜。哦，恋爱的味道，妈呀。要不先看一眼啊？要不先看一眼行？我要怼你怼你怼你，现在就看。对啊，那我自己看一眼。那你自己看，我没跟你看。那你跟过去干嘛呀？跑跑跑！干嘛？他们好可爱。啊！这有啥好站在边上看的？就希望立刻得到回应。好的。哦，是这样。嗯嗯嗯嗯，可以啊。你看，可以啊。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他这个行程是两天的，所以会安排在那边住宿。哇，过夜。这肯定是两个房间。就是我不知道你觉得介不介意。感觉有点意思的样子。反正你可以想一想。嗯，好。你要思考很久是吧？我刚刚不是说好了吗？哦，说好了。哦，那就好啊，那挺好的。感觉多甜啊！这样子应该稳了吧？应该不会有什么 drama 了吧？而且我觉得小鱼的这个害羞还是很可爱的。对。文君的文笔终于有去处了，就前面那个细腻的描写还是很高的评价了。对，耶，护头了。 Hello， 可以叫我温迪。温迪，对，这边一共有四层楼。请记得穿运动服。运动服，哎呀，这件并不运动。跑步吗？跑步。如果是有人约你运动，你会不会很累？哎，对，如果有人约你运动，你会开心还是？女生有运动，非常开心。老谢应该是剧烈不起来，我感觉。老谢，人都怎么？真的，他不是那种很剧烈那种。对，这老谢不会弄得大汗淋漓的那种剧烈运动的。他那么成熟，我觉得他不会弄得大汗。他们两个对看，然后开心的一笑。哦，这是阿双。阿双，我怎么过去？下次是哪个？我操！我有点怕了，现在。这个是小龙写给阿双的，你就约他吧。洋洋的
杨洋写什么呢？对，杨洋写什么？对，嗯，写了一句话。Why are you so silent tonight？ 你看，我说他肯定会从这个角度去出发，但这个可能更触动小龙。嗯。你对我们四个女生的第一印象？他看到小龙，其实有点。不开心了吗？对，想关心一下。真是个很好的女孩。这真的，杨洋真的越看越喜欢。小龙这什么反应啊？太激动。对，怎么感觉呼吸这么重？就他很激动。击中他心了，我觉得有。对，那个阿双的前面的座位对他来说刺激很大的，很大，就转变怎么那么明显，对吧？然后这时候杨洋突然之间来关心了一下，在很关切的那个点上，被关心到很到位。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girls though here? Pretty nice.Yeah. Yeah, because it's only my first day, so it's really hard for me to tell. Yeah. How about you? On the first day, I think I wrote my first letter to Yang. Because, I mean, we did some dishes together, had a little bit of a chat. Yeah. And then the second day, we went in a small village, did some beer brewing and stuff, and hello.Hello, 你好。Had a chance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a little bit more. 丹尼哥就是大哥哥，所以阿龙就把心打开了。对，正好今天又喝了点酒，然后刚才又击中了。这是他第一次这么严肃的在说。Then, I wrote her another letter that night. Mm-hmm. And then, the next day, I went out with Danny. Okay.I felt like, you know, the age gap is a bit big and she's, you know,that's why I thought about Yang because, I mean, one age apart. Yeah. That night, the third night, she actually came down to see me, which I was like a little bit surprised from. Because she started asking, like, questions, yeah. 你记不记得你前两天给我写信的时候你说你 learn more about me. So what did you learn about me?那你现在觉得我怎么样？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就比如说我怎么样 ？I don't know. I felt like very caught off guard. I'm that type of person who likes to be ready for things. You know. Yeah. You just like to have more experience and. Yeah, exactly. So basically, I said I have had a very good talk with you. I mean, we're still in the period of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No rush. Exactly. Yeah. One day with you, so.You know, getting to know other people more and more. Oh. So. Asong, the new girl came. Who came? Asong. Hello. 我是阿双。Hello. 你姓陆，但你属龙。我属蛇。属蛇。赛车手哎。对。Just like, it was easier to talk to, you know? Yeah. Just.Easier chats and easier flows I felt like I could have with her. So yeah, that's pretty much. Yeah. And I still don't know everyone. I don't know. I still don't really know Wen Jing that well. Wen Jing? Yeah. Just get to know everyone. Yeah. I mean, the first step to everything is, well, to a relationship is becoming friends first, isn't it? So yeah. Get to know the person. Yeah. So we'll see. Yeah, we'll see.大家觉得呢？恋人前是不是要先成朋友？我说一下我的，我是觉得如果成为朋友，就是绝对是成为不了恋人。就是说，首先如果喜欢他，那他肯定是以就是想要跟他去谈恋爱的角度去跟他相处，那就不是以朋友。如果一旦以朋友的方式去相处了，我跟你说，那个尺度是和恋人之间的尺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对，然后当你真正就是跟他处为朋友以后，了解的很多以后，
你绝对不会跟他在一起的。但是你知道吗？朋友交出的模式一定是 A， 但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 B 面。你跟你这个 friend 交出的时候，如果你哪一天突然露出你另外一个面了，没准对那个人就是一个新的魅力。嗯，就虽然是认识的关系，但是你会看到另一方女生的一面或者男生一面，不是哥们儿那种感觉的话，我觉得是有可能就是发展成恋人。我觉得这个特别简单。首先，我没什么男生朋友。如果我要跟你交朋友，是因为我对你一见钟情了。然后我对你一见钟情之后，你也对我蛮有好感，我就不会再交其他男生朋友了。我觉得没有必要。我们不是你的朋友吗？不，他那种是要出去玩啊，两个人开车什么这种，我真的没有。就没有单纯的交朋友，不是没有，但是他要转化成爱情真的很难。他最后就是会有别的选择的原因。但他不见得是那个热情冲动的开始。嗯嗯，我是哪个碗？我告诉你，那个谁是这个？谁是这个？你。那你这个呢？你随便用一个嘛，你就用你最近的，离你最近的。我说我所有，我怕他有所谓。看来这个真的很好吃，大家轮流上来吃。哦，对，又在吃牛腩啊。对，然后他们说炖得很烂。叫老谢到我们现场做给我们吃。这么好笑？有意思。你取完信了？你有没有取完信啊？我取完了。你有收到信吗？你觉得我收到了吗？我觉得你收到了，但我不知道收到几封，所以就问。那如果我说我收到两封，你知道是谁写的吗？阿星肯定有一个吧。那如果我猜出来，你就告诉我你跟谁出去。他替他好朋友问。OK。你猜？我猜了。阿星给你写了。阿星给你写了。不想接这个。你准备写给谁？我不问。可以问。阿双。嗯。真的假的？感觉他很沉重。如果不想去的话也没关系，10:15我就自己去独享美景喽。哦，他后面那一句真的补的就很多余。他起太早了，咱们10:00谁能起得来？这是什么角度？这谁？咱女孩怎么可能10:00出门？不可能啊！8:00要起来洗漱、化妆、整理、穿衣服。你好奇怪啊！没有，他很，我一点不奇怪。他很真实，因为我很守时，你根本就没为女生想。女生要10:00出门，最起码8:00得起床。对。我要如果10:00要出去约，我也得8-9点。对不对？你这个根本就不对。你1:00，哪怕12:00是合理的。对。对。嗯，我觉得12:00之后我是可接受的。嗯，等一下，他最后那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呀？不想来就算了，反正我自己独享。我觉得最后那句话就很多余。不是这个语气，大概是如果不想来的话也没有关系，我自己去。但看似没有压力，其实是有压力，是更大的压力。阿星一直在放低自己，真的是。嗯、对方接受到他这个信息的人，会让他觉得压力很大。这个压力不在于最后一句话，就在于10:00这句话上。啊，好，这是二次压力。十点就压力。好，两个。我真的，我们节目可太早了。是的。太好笑了。你看他这里很细节，他先说10:00，然后后面写的是10:15，所以他就是说我等你15分钟。他两个时间，这又一层压力。15分钟你不过了，层层是压力。对，大哥你这去奥运会呢，你常常就压力。还有两个，
他不是故意的，他不是这么想的，没有，他是无意识的。就是我会为阿星着急，不是说他这件事做的对与错。嗯，哎呀，你看他，哎呀，十点起，哎呀，太早了。救命！我没法弄。太可爱了。小龙给你写了。你确定你的答案吗？确定啊。那你说我会跟谁出去？我觉得你会跟小龙出去。为什么？你说你和小龙一样的 crazy。问题其实我也还没有答案。哦，我这地方我觉得要猜一下了吧。就我觉得这两个人都比我小，你就知道哈。嗯。都是弟弟。等一下，等一下，阿双心里有变化，这两个都是弟弟。哦，他说了吗？对，因为新来的这个不是弟弟。哦，我的妈呀！我也是弟弟。是哈，对哈，你们都是弟弟。逗号，有一个不是弟弟的。嗯。但我觉得小龙的话，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说，我们更同频一些。嗯哼，那你觉得阿星呢？阿星他更体贴，更体贴，更照顾人一点。嗯，对。他刚才在说之前，他想了一下。啊，同频还是体贴？他们都来吃瓜了。那你仔细想想呗。虽然是你个人的决定，对吧？就是，确实还是。我们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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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快结束了。是我们可以听的吗？是可以啊，可以听的。就是你个人的决定，就尊重自己的心，走就好了。两个都不去？我是要选择跟我同频的呢，还是要选择，比较会照顾人、比较贴心的呢？哇，这个问题，我是觉得每个人的人生阶段需要的人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是可能你经历过某一个，你没有经历过另一种，你肯定会倾向于另一种，并不是说两种都不好。有可能你感受过无微不至的贴心，你就会更选择同频的。但他应该蛮纠结的。这不用纠结问题，同频了，同频了，他自然就会照顾你了；不同频，他永远不会照顾你。他真正纠结的不是这个点，他纠结的是我跟小龙去了的话，我就没有任何机会。那个，对，在跟老谢，对，有什么？什么叫老谢了？人家小谢。他其实担心这个。我其实我觉得也有。我如果是能给建议，我觉得他还是要去跟阿龙继续。对。Hello， 我来吃牛肉。羊。我觉得这个吃牛肉就很有点题的效果。你们在聊啥呀？在聊选择。选择什么？没有，就是他说他想选择是更贴心的人，还是跟他同频，更同频的人。哦。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困惑，我觉得两者缺一不可吧。我觉得我是个不愿意将就的人。哇！
为什么要选择呢？我不想选择。如果让我要有这样的困扰，我就放弃。哇、wow, ！对，缺一不可就放弃。对，我就喜欢杨洋，你知道吗？我现在是杨洋粉，你知道吗？他打点，他打点王，你没发现？本季打点王。哎呦！我，那就是都不去。You're crazy。我觉得你也有一点点 crazy 的。你在做熬汤是吧？红糖水，其实是给阿双的。我们恋爱吧提醒您，精彩稍后继续。蜜水水果饮料提醒您，精彩继续。哎，他应该蛮纠结的，真的很纠结的。杨洋都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吧？对，他知道的，不然他为什么你今天晚上这么 silence？ 对，反正杨洋和阿双之间本来就是一直在小刀小剑的。互相顶一下、而且我觉得杨洋很聪明，他肯定 get 到他现在要选择的是那两个人，并且他知道阿双对老谢有一点点，对，从做晚饭开始他就已经很明白了嘛。所以今天跌宕起伏，大家觉得雪上加霜还有出路吗？我觉得他们得相处。高文君和谢清汉呢？我觉得还是不合适，老谢跟阿双合适一点，看上去比文君合适，有一定的道理。是的，感觉是配的。嗯，文君就是跟阿星，他们两个是一种生活模式啊。得，第一次互投的，你们又看破红尘了，又跟人说不能成 CP。哎呀，还是有很大的变数，也有很大的期待的空间。所以我们下期节目看一看，这些新来的朋友们有没有一些新的发展。下期见了，拜拜拜拜拜，揪心啊，揪心。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特别鸣谢微博情感，战略合作伙伴百度 APP， 战略合作伙伴微信搜一搜，指定共享充电宝平台接电，首席输入法合作平台讯飞输入法，感谢合作伙伴 UC、 百度百科、百家号、百度 APP、 百度输入法、成都地域帮、爱回收、钉钉、高德指南、支付宝校园、支付宝会员、花呗、银泰、菜鸟驿站、大麦、速率、夸克、淘票票、天籁 K 歌、舒淇、 QQ 看点、 QQ 浏览器、新浪新闻、闲鱼、网易新闻、网易娱乐、搜狐新闻、凤凰新闻、封面新闻、知乎、今日头条、 Soul App、 有道精品客、网易有道词典、微信搜一搜、搜店、巨王、积木、什么值得买、顺丰同城、墨迹天气、 YY 语音、 Zucker、 天气通、中华万年历、亲宝宝、网易有道词典、网易云课堂、美颜相机、美图秀秀、探探、喜马拉雅、懒人听书、塔读文学、育儿网、妈妈社区、修电、大卡、实习僧、智联招聘、企鹅科技、接电、全景数播、半生活、多度社区管家、华铁传媒、虎牙、斗鱼、讯飞输入法、 WPSO、 引力资讯、有道精品客、搜狗输入法、智行、网易娱乐、爱康国宾、世纪家园、百合网。